好，再次感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华裔有为公益讲座哈。那我是袁文，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华裔有为这个公益讲座的来历哈。那这个呢是我们侨路基金会哈，Bridge Road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设立的一个公益讲座哈。那我们 BRI 呢就是 Bridge 就是侨路基金会呢，致力于在美国这边吧，就是来推动华人社区的建设，哈，能帮助服务华人社区。那我们这个公益讲座呢，这华裔有为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向大家来介绍，海内外的杰出的华人，哈，能够给我们一些交流啊，给我们一些榜样，哈，能够鼓励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参加这个。在美的这个社会活动啊，参与社区的服务啊，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了王彦邦医生哈，来给我们做一个讲座。那我们先请李金芬女士哈，是我们侨路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由她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好的，谢谢袁文，还有谢谢 Debra，都是我们这个讲台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幕后工作者，然后也非常的欢迎王彦邦Dr. Albert Wan，今天呢能够百忙中间刚刚才从医院回来，然后来参加我们今天华裔有为的这么一个讲座。华裔有为呢，其实呢您是实至名归啊。那我想在这儿呢就跟各位好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 Dr. Wen 呢，Albert Wen 呢，王彦邦医生呢，要我们来谈谈美国的政治与选举。大家会觉得王彦邦医生是个医生，怎么会对美国的政治跟选举呢，就是说有他得到特别独特的这个见解跟见地，而且都是非常的正确。我想今天利用这个华裔有为的节目呢，来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王彦邦医生。王彦邦医生呢，他是出生在台湾。10岁的时候呢，他就来到了美国。他以优异的成绩呢，从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呢，获得了生物化学学士的学位，而且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呢，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目前呢，他担任呢拥有1600名医生的 Palo Alto Foundation Medical Group 委员会的董事，他也是前任董事会的主席。王彦邦医生呢，一直呢都非常热心社区的服务。他曾经担任过美国癌症协会 California 州的这个董事会的成员，在阿拉米达县头5个委员呢，从这个烟草税收中呢重新分配资金。他也是华裔社的理事及社区的参与主席。在1996年的时候呢，Albert 王医生呢，他的儿子呢 Lawrence，大家都知道呢，被诊断出了患有自闭症之后呢，他就与妻子呢 Anna 呢一起创立了华人特殊之友。我想在大多数的朋友呢都知道，华人特殊儿童之友呢是一个专门为就是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们呢成立的这么一个组织。这是一个提供服务的一个家庭服务的一个慈善机构，主要呢是为有特殊需要的移民家庭呢提供服务。而且王彦邦医生呢，他曾参与了公民权利和公民赋权的一个组织，目前呢他是亚太岛民美国公共事务协会的这个国家副主席，也是亚太地区太平洋地区协会的主席。他还管理了多个很成功的地方竞选活动。Dr. 王呢，从学校的校董一直到市议会，再到特别地区的选举，他都是幕后呢非常重要的出谋划策的这么一个策士。然后同时呢，也直接参与了帮助了许多优秀的候选人。由于王彦邦医生呢长期的在社区服务，所以他呢获得了许多优秀的奖项，比方说服务历史、服务社区奖，比方说美国癌症协会的硅谷地区终身志愿者的成就奖，还有Fremont 教育基金会授予他就是说他们自己的同盟的奖，还有 KQED 的残疾文化奖，还有这个 California 州议会所颁的杰出领袖奖等等殊荣。同时呢，他也是世界期刊社区英雄奖，也是三城市之声的报纸在三城市地区的最佳医生等等。
我想今天呢，11月3号在选举中间呢，我们侨路基金会，我们不为任何政党做任何的背书，但是我们很希望能够从教育让大家能够了解美国的政治与美国的选举，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请王彦邦医生呢来为我们谈一谈美国的政治与美国的选举。今天呢，我们是准备了有5个问题，至少待会儿呢也会 open 呢，让听众朋友呢发问，甚至可能呢，如果大家对一些议题呢有兴趣的，也可以在后面的这个问答中间呢可以提出问题来。现在我们就以最热的掌声来欢迎王彦邦医生。谢谢，谢谢静芬姐的介绍，谢谢人文的主持，和谢谢华裔有为的邀请。今天很荣幸的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美国的选举制度跟背后的这些情形，跟亚裔在美国何去何从。今年这种特别的情形之下，尤其是华人，还不能算是亚裔，尤其是华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现在这些我们的困难。那美国的选举呢，选总统啊，别的选举一人一票都是这样子算的，但选举总统不是这样子的。美国人有所谓的选举人票，如果你台湾来的话，你可能记得台湾有国大代表这么一说，每个省有一些国大代表选出来以后，由他们来代理投票给总统。在当年设定宪法的时候，大家觉得因为那时教育程度并不高，大家觉得普选的话可能人容易被人误导，所以就说我们这样子就好了，我们就选一些选举人来代表。那这些选举人呢，基本上要听自己选民的，但是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权利可以跑票。比如说怎么样制度，为什么哪个州有多少选举人呢，就是照着美国众议院里头议会的席次加上参议院，参议院每个州就是2个席次，所以众议会的席次是照人口比例来算的，参议院就2个席次，然后呢来这样分配。所以这样子435个众议会席次，100个参议会席次，就是535票。那还有3票哪里来的呢？是后来这个 Constitution Amendment 把这个 DC 就是华盛顿特区加进了3票，所以他们也有3票，虽然他里头并没有众议员参议员，但也有3票。因为每一州都至少有2个参议员一个众议员，所以每个州最少是3票。这样子呢就把这个整个的选举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因为参议员每州2个，所以有些小州呢可能它比例就会比它人口多一些，大州可能就稍微吃亏一点。但是这是美国那个时候美国的国父们吧，大家设立的这个规矩。原文你要把那个放上来好吗？好了，这个就是现在的选举人票的情形。你看到加州55个加州最大州，加州有美国不止10%的人口，还有加州有4000万人口，美国大概有3亿3000万人口，所以是第一大州，所以有55个票，其中53个是众议员席次，2个是参议员席次。然后你看看其他的大州，比如说 Texas 下州38票， Florida 29票，纽约29票，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大致看看一下分布，人口集中的东西两岸票比较多。选举人票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你比如说加州100票出来投票，51票对49票的话，不是说51票的人分到28个席位，28个选举人票，而49票的人分到27个选举人票，而是55个通通给了51% 那个人。那这种情形之下呢，就造成了有的时候选举的结果popular 普通投票的人数的结果和这个选举人票的结果不完全一致。这个情形发生了许多次，最近一次就是在2016年，川普输了普通选举的票数大概300万左右，但是他赢了选举人票，因为他在加州纽约这些大州输得很惨，可能输数100万计的票，但是在小州呢以微小的差距赢到了小州那几个票，也不见得很小的州，威斯康辛10票呢也就0.几的这个 percent 的决定， Pennsylvania 也是也是10几票，也是微小的决定，所以他当了总统。将来小布希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形，也是普选的票没有造成一个，普选票得的多的人并没有赢，而是选举人票多的人赢。这是一个为游戏规则，美国呢就是照这个规则来办事，所以美国的选举其实并不是完全是一人一票，每个人一票的重量有一点稍微的不同。那在这种情形下呢，如果是一个州只要他赢了多一票，他就把所有的票都拿走，那情况就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了，如果你是在一个州，我们就拿加州来说吧，人在加州，这里头两党的这个平衡是非常差得很远的话，加州的共和党、民主党的差别非常多，20多%，那基本上共和党在加州没有可能拿到这55票，那加州呢就等于是不算，就把它变成算成民主党的55票。那有一些州，Texas 吧，从前是这样，今年可能有一点点接近，但从前德州嘛都是共和党的地方。原文你可以放上另外一个下一张那个图片好吗？那在比如说你看到德州全红的，中间全红的，这些深蓝和深红的地方就变成了不是竞选上没有太多的意义了，等于说这周就一定所有的票都是去了民主党，或这一周就全部去了共和党，所以大致的人总统竞选都不在这些州上头花很多的精神，投很多的钱，做很多广告。那剩下的有一些州，你看这些比较浅颜色的州哈，每个都有三这个颜色，有深红，有中红，有浅红，有深蓝，有中蓝，有浅蓝。反正是浅红浅蓝的州呢，就我们叫做摇摆州或者 battleground state 或者 swing state。在这几个州呢，它的选票的结果差别可能就很少。差别很少的情形之下，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两党都要跑到那边拼命的做广告，拼命的拉拢选票。因为只要赢了微少的几票，甚至州的选举上赢几票的机会不大，几百票有这个可能，几千票很有可能，那就可以赢得所有的那些选举人票。那在美国有两个州选举人票不是可以分的，不过那都是小州了，我们就暂时略过不提，其他的都是一起来的。所以那这些摇摆州是怎么这样的情形呢？像上次的选举来说的话，就前两次的选举吧，2012和2016年两次选举，几个摇摆州 Arizona 比如说，在2012年民主党赢了 1.8， 那在共和党赢了Arizona 上一次选举2016年共和党赢了 3.5%， 那 Florida 共和党 Trump 赢了 1.2%，Michigan 创平了 0.2%， 这个非常非常的接近 0.2%， Minnesota Clinton 赢了 1.5%， 那在 Nevada Clinton 赢了 2.4%， Pennsylvania 创平了 0.7%， 不到1%， Texas 的差别比较大，但今年比较 in play， 那个年初差的很多， Wisconsin 创平了 0.8%， 这些票加起来就让创平得了选举。不管你在加州能赢500票，500万票也好，200万票也好，你在这州只要输了几千票的选举就可能输掉，所以这些州我们叫做摇摆州或者叫做战场州的 battleground state， 现在的选举就通通集中在这些地方。当然这个可能对我们大州有点不太公平，到了大选举的时候没人踩我们，虽然我们人最多，但是根本没有人来理我们，偶尔做一个很小的广告在这里，别的都没有，选举人来就是为了收钱，其他的没有什么目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也有很多人提议说是不把选举人票废掉，但是这因为是宪法上写的，要做一个宪法的修正案的话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4/3的州同意然后还要投票什么，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至少在将来的这几年十年十几年这种改变的机会是不太大。当然在比较占便宜的那个党呢也会尽力的阻止它发生，可是民主是会变的，两党在200年来两个党的变迁很多了，今天这个党得势，明天那个党得势，所以改变的规矩今天觉得对自己不利，明天就变成自己有利，也很难说。所以这个就是摇摆州的情形。第三个要谈的东西是为什么作为一个华人在现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该做点什么，这个大环境来说对我们相当的不利。那为什么不利呢？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就是中美的这个竞争，中美竞争，商业上的竞争， Trump 的这个贸易战要打仗嘛，先要把敌人给画得黑一点，画得红一点，画得怎么样，反正画得不好看一点，这样才能做敌人。在每一个国家他们都需要一个敌人，因为没有敌人的话好像这个政府就没有失去了目标一样，从前美俄冷战的时候俄国人是大敌人，现在俄国人对美国人威胁不大了嘛，所以后来就是恐怖分子是大敌人，现在换成中国是大敌人。然后呢下来的呢就是贸易战，还有一点就是中国这个知识产权的窃取。
这个间谍的活动什么的，所以弄得草木皆兵，满街的风声鹤唳，大家都非常害怕突然间变成了间谍，尤其是在做科研的，尤其是牵涉到国防上的。但是即使不是国防上的，因为商业机密的窃取现在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那 FBI 的 Director 都说了，这个华人在美国每个都可能是间谍。这个东西不管你台湾来、香港来、大陆来，我想在美国白人的眼中、黑人的眼中，你们都是华人，你们恐怕没有什么分别，对他们来说吧。所以这个环境呢，对我们非常的不利，大家对中国的印象不好。在这几年以来，对这个中国就是 China 了，就我们现在广阔的说所有的华人吧，的这个 impression 从比较 favorable 到了相当的不 favorable 的，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那下面再加上现在这个疫情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是人造的，是自然的，是什么东西，还有很多争论。但是最早发现确实是在武汉，所以是中国那边传出来的，就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是中国陷害美国的。不管怎么样了，我个人倒觉得是自然发生的东西，这个病毒的传染可能也没有太多的阴谋在后头，但是因为它是中国来的，所以中国就要为它背着锅吧。那同时我们的总统常常天天说 China virus, Chinese virus, China virus, Kung Flu, 就大家的想法就是 virus 就是中国，所以对我们华人相当的不利。在这个几个月以内已经有2000多个 case, 就是 either 被人辱骂或被人肢体攻击伤害的情形报到一个网站上。当然事实上的 case 远远不止这么多，这是报出来的，其中有几百例是肢体上的伤害，就是不是只是辱骂而已。这个东西呢，是比我在美国40几年来见到的多了许多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以内。所以这整个情形下是对我们很不好。那华人应该怎么做呢？既然整个大环境对我们不利，但是我们还是想住美国啊，美国这么好，美国给我们很多的机会，美国有自由的风气，什么都好。那我想一个我个人的经验吧，做社区服务几十年来的经验，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能够跟别的人，所谓别的人就是非华人，建立好关系。这不是在有事情的时候才去求人家，也不是有事的时候才去大吵大闹去攻击人家，去打官司啊什么东西，而是在平常日常生活上和人家建立好关系。怎么建立好关系呢？当然第一个就是交流，你不认识你怎么建立好关系，对不对？所以走出华人的圈子，现在尤其是我们这个湾区，尤其是南湾跟旧金山这两个地方，华人过分的多，不能说过分的多，很多就是了，没有过分。所以呢，基本上你不需要走出华人的圈子。我刚来美国1975年来加州的时候，找不到几个华人，你必须要跟别人打交道，现在不需要了。现在你看医生有华人医生，对吧？你修车有华人修车的，买保险有华人买保险的，超市有华人超市，餐馆有华人餐馆。什么服务你要不会说英文基本上也都做得到，每个地方都有翻译，政府机构尤其是都有翻译给你服务给你。所以呢，这个东西变成了华人只跟华人自己在一起，那在外头的人就对我们的了解不多了。不多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拿这种既定的成见，或者是这个电影上看到、电视剧上看到或者报纸上书里写的东西来想象你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要能够跟别人接触，让大家知道其实华人跟白人跟黑人什么有什么差别呢？有差别当然有了，差别没有那么的大。大家要的是什么？安居乐业，对吧？经济上够富足，有的吃，头上有个屋子可住，衣服穿得暖，交通不要太挤，街道不要太破烂。这些都是相同的。但是问题是媒体他们都要去征求眼球，现在是博眼球跟博这个点击率吧。那怎么博取点击率呢？你说大家都差不多的话，谁来看你的新闻呢？所以都是拼命的着重于这个差别故意的放大。所以在差别上头就变成中国人都是间谍啊，你们都是有钱人啊，比如说华人的收入比别人可能高一些，都不关心社区啊，这个也确实是我们自己社区一个缺点。但是呢，认识人以后就可以发觉，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别人，对吧？我们自己在美国生活，一天到晚在华人圈里头，那微信啊什么这些东西，尤其是祸害我们华人，就走不出华人的圈子。微信就跟这个当年的中国城 Chinatown 是一样的， Chinatown 里头的人住在里头，早上到餐馆去饮茶，拿份报纸看看，跟朋友聊天，下个棋，下午回家看中文电视，结果就得不到外头的讯息。现在变成了
所有的很多华人信息都是微信里头来，那微信里头充斥的不得了多少的谎言和谣言，所以可是你没有这个 background 的情形之下可能很难分辨，所以也造成我们华人有些的情况之下变成想法非常的偏激。所以呢跟别人交流是第一件，第二个怎么样跟别人交流，你跑到街上去抓个人来打招呼吗？好像也不太好对吧。怎么样交流呢，就是一起做事情。你工作上当然有同事，跟他们坐下来吃个午餐聊聊天，有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请他们一起来走走，让他们也了解中国文化对吧，也挺好的。那互相交流。那第二呢，就是在你的生活之中，学校有家长会 PTA， 你在外头有无数的这个做义工的机会，不管是无家可归的这些收容所也好，不管是什么狮子会啊、福伦社啊什么这些也好，不管是教会啊什么也好，有好多好多的机会能够走出去。最简单的方式怎么样子能够认识一个人，就是跟他合作做一件事。这种事情不必很大，你觉得自己哦英文可能不够好什么，没有关系啊，去家长会，你需要我不想做领导，我还没有那个能力，我害怕我英文不好，好那没关系啊，人家出义卖的时候出点力包装一些东西到那边收钱，这个做这些给了什么时候做点食物分给大家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的一回生二回就熟了，然后慢慢的互相就认识了，同时呢你自己也得到很多嘛，自己也知道一个练习英文的机会，第二个学习美国的社会习俗的机会，第三个突然过做了一年两年以后发觉我的能力并不比他们差，我为什么能做领导呢，所以从这里头也能培养自己的领导能力，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现象。那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我们中国人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是不好的事情对不对，每次出的事情我经过过无限出这种事情，在美国四十年，当年果仁的事情，文成券的事情，到李文和的事情，1999年李文和的事情，到后来这些冤案，到最近陈霞芬西小新各个的这种受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或者是说你有一件事情你不喜欢，比如说现在这个平权法案是你不喜欢，或者是说前段时间前几年说有个 cell phone tower， 这个有这个手机的这个塔要竖在学校什么，然后一窝蜂的去吵，可是去吵当然可以了，你也有你自己的权利绝对是可以的，但是这种吵的时候呢，你给人家一看就是你平常都去哪了，我们做义工的时候你都在哪了，我们选举的时候你都在哪了，我们刚才需要人帮忙的时候你都在哪了，一出一点事情像离异就出来吵，这个对我们的社区的形象不是太好对不对，而且呢你一看吵不认识对你的形象本来就不好，可能就不愿意听你的是吧。那如果本来就认识，本来就在教会里头在社区里头服务，在无论社头每个星期见面几年的时候熟的时候，哦，事情出了以后说嘿跟他请他来吃个东西，或者甚至于就打个电话吧，说哦，我们对这个东西有一些起见，是这个是为什么呢？在这种情形下，你对美国文化也有了解，他对华人文化也得了解的时候，沟通容易，相互之间有一个信任，你不是来吵架，不是来攻击我的，你是来跟我解释一件事情，那也比较听得进去，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事半功倍的结果，而不是事倍功半的结果，所以这也很重要。那当然喽，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反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参加选举啦，比如说我们要自己的代言人，我给你一个很好的例子，李文和时代的时候，李文和被说是间谍，那是纽约时报发出来的，其实最早并不是联邦调查局去逮捕的，而是纽约时报上写了长篇的论说，哦，老斯阿拉姆斯拉比有个间谍，中国拿到了这个 WADA 这个弹头的这个蓝图，那铁定是里头有内贼，那贼是谁，一定是中国人呢，对不对，不然的话谁给美国人给中国做间谍，那这后来证明其实很多白人给中国人做间谍，倒是华人还没有那么的多，至少在国防上头没有那么的多，那就找到了李文和，因为他能够接触到这个机密，就把他抓起来啦，哒哒哒弄了很久，那时候我们其实我也不知道李文和是不是间谍对吧，我也不认识他，但是我觉得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我们几个人 Fremont 的时候，李玉清刚从 New Mexico 搬来，他跟李文和认识，啊，他给我们解释这个机会不大，他愿意帮助这件事情，就他做了领导，我们大家追随为他筹款啊，为他争取一个公平审判的机会，不是说你不是间谍或你是间谍，
而是一定要对我们公平，而不是因为你长了一个华人面孔就是间谍。那李文辉白的位是台湾南投乡下出来的，做中共的间谍的机会本身就不是很大，但是呢我们没有一个渠道去反映任何的东西。那时候国会里头没有一个华人议员，在政府里头，那时候克林顿当政嘛，里头也没有一个华人的声音在那边，这就是到处都没有办法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媒体里头也没有，我们怎么样子去 protest， 怎么样子偶尔给你报一点点 ，That's it。后来还是征求到一些主流的组织，比如说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些科学的方面的组织来帮他发声，才能够进入主流的。后来他得到了法官的道歉，当庭放获释。虽然他也承认了一个这个 download， 把这个秘密的东西 download 到没有秘密的电脑上头的这一个 supposedly 是个罪，虽然是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所以非常有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代言人，那代言人也不一定非是华人不可，但是你如果不要华人的话，你最好跟他关系建立得非常好，让他了解华人的文化，让他知道你们的支持，不然的话他从头学的话，到了出事的事情已经时候已经太迟了。还有呢就是 public opinion， 怎么样子在这个公共的地方有发言权，那就是报纸、电视、Hollywood 这些地方，对不对？我们现在在这些地方还非常非常缺乏发言的人，我们需要培养一些我们的小孩进入这些职业里头，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opinion 弄好。那我想再讲一个个人的例子吧。我在 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 Medical Group， 在我们的这个医疗组织里头，做过三年董事会主席，董事会主席是很高层的管理层。那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能看到我们底下这么多华人医生，尤其是第二代华人医生，多得不得了。那因为华人受的教育，小孩受的教育的关系呢，一般比较安静。那其实人并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有能力，只是他们的习惯就是谦虚。那有机会讲话也不见得讲，别人讲过的话绝不会再讲第二遍，还会怕说错话，很多事不敢讲。那在美国的文化里头，如果你想在一个公司里升职，那个讲话是必要的，你不讲话谁知道你是谁呀？或者谁知道你有能力，对不对？那如果上层没有华人的话，他会觉得哦，这些人就是这样嘛，他们就喜欢工作，他很好的医生啊，看那么多病人啊，赚很多钱，很好啊，没什么不好，对不对？但是里头可能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我想做我本分的事情，好好的做一辈子，一点都没错，做医生很好的职业。可是呢，如果想晋升的话，想做到管理阶层的呢，想将来做到 CEO 阶层的人，他们可能就没有给这些机会。我们 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 和 Sutter Health 是连在一起， Sutter Health 是一个非常大的医疗组织，一年有120亿美金的收入的组织，有自己的 Training University 在 Fairfield 那边，整个的 building 里头是专门训练将来领导人的。那这些什么人去呢？去的就是上层领导人，就想哦，这个年轻医生进来，我在这边观察一段时间，他能说善道，对外头的事情懂得很多，那可能呢他表达能力还差一点，我送他去学 Public Speaking，我就把他 identify 说，嘿，你去这个地方上两个星期的课，或者说哦，我们将来他要上来的话，他必须要懂得财务啊。医生的对财务是最差的，我想大家都知道，医生对这个钱的事情是搞不太清楚的。那怎么样的训练呢？送他去上课，每一个星期去上一天课，上他12周啊什么的。那什么人可以去？就是被 identify 将来能够成为 leader 的人。华人得不到这个机会，很多都得不到这个机会。上层领导人有华人的时候呢，他会看到，老实说，从前我也不爱讲话，我也不是那样的人。可是呢，我一直想做点什么，我也觉得我有那个能力。可是没有人给我这个机会啊，因为没有人觉得我有这个能力。第一个看你黄面孔，可能就觉得你没这个能力，再加上你不大讲话。那我可能会，我就会去发掘一些，这个人看起来不错，我在开会的时候听他讲话头头是道，挺好，虽然讲得很少，虽然讲得很慢，虽然不怎么激动，虽然可能表情不是那么的勤，可是呢有 potential， 有潜力，问问是不是要去上个课，是不是上了课以后看看哦，下一次这边有个空缺的时候适合他的话，那有没有兴趣啊，有没有兴趣，有兴趣的话要不要试试看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你在这些人的之中的时候，在上层领导阶级的人的之中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大部分的人对华裔不是有明显的歧视，你在加州这种地方到底明显歧视没那么多，但是有这种隐形的歧视，
unconscious bias， 自己内心 不知道的歧视，不是说我故意去歧视谁，而是这个是一种直觉的反应，就像我们人看到了蜘蛛跟蛇就怕了，对不对？其实蛇可能还远得很，那蛇又没毒，咬你最多一小口，蜘蛛对你根本没伤害，伤害可是你就会害怕，会尖叫，这直觉的反应，这不是有道理的反应，不是经过理性的考虑以后的反应。所以呢，在这种 conscious bias 之下，我们吃亏很多。那有自己的人在那边的时候呢，会有很大的更多的机会，尤其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那我提到了这个在社区做医务工作，前一段时间美国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在那个以前是我们很多人收集了各个地方的这个 PPE 啊，什么口罩啊，什么寄回中国啊，寄回台湾。那后来呢，疫情爆发到美国那边反而好了，所以就是帮助美国的到处呢收集这些 PPE， 捐给医院也好，警察也好，救火员也好，老人院也好。那个时候自动自发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我觉得那一件事情让我们华人的形象好了很多。不幸的呢，地方还是都是在华人多的地方，因为华人的地方怎么做这个事情，对吧？那华人多的地方，但是走出了很好的第一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后有这种机会救灾啊什么东西，大家去尽量的能够的参与。华人的选票重不重要？华人的选票呢，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不重要。记得我刚才说过，美国是选举人票来算的，选举人票之下，华人聚居的州几乎都是已经一边倒的州，加州、纽约、Michigan、Illinois、Texas 这些地方呢，夏威夷也是，夏威夷华人也多，都是已经是一边倒的州，基本上一个党的人一定赢的，所以选票就变得力量缺少了很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力，在一些很小差距的州，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Pennsylvania。亚裔可能有4-5% 吧，华裔好像并没有完全的分出来，也能够 swing to 0.几%。 Wisconsin 也是啊， Wisconsin 华人虽然不多，但是有那个 Madison University Wisconsin 在那，华人也挺不少的在那边。 Nevada 亚裔非常多，华人也许没有那么的多，菲律宾人非常多，而且现在的华人已经不像当年一样了，其实全美各个角落里都有，所以华人的选票在这上头还是可以发生一些影响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地区的选举，像我们硅谷华人的选区，像 Evanlo 的选区，这个若康纳的选区，亚裔若康纳选区亚裔是超过一半以上的，虽然不是都是华人啊，但是华人如果集中支持一个人的话，可以有决定性的力量。我们的 Fremont 也是20%出头华人，20%出头的印度人，加起来的话基本上就一半的人了，对吧？选票也是影响力也挺大，加州有15%左右的亚裔，全美国有6%左右的亚裔，华人大概在1.5%左右，其实是亚裔里头最大的权，不过快被菲律宾人跟印度人支持追上了，他们移民多，小孩生的也多，所以快要变成第二大。不过在这 1.5% 里头呢，如果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还是可以有一些对某些选举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但最主要的是去投票。我做过很多选举，你选举的时候你第一个就是看谁去投票，你不投票的人没人睬你的，在选举的时候啊，就看哦，老人都去投票，那我必须弄些老人关心的议题来讲出来，然后让他们听，要对他们有利的事情要多做，对不对？如果有一些地方是比如说非裔的人多，他们去关心的议题我必须要提出来，我必须要为他们谋福利，这样我才能当选。那其实不是说人多，而是投票人多。我们做 voter analysis 的时候，都是拿这个 county 去拿这个 voter data， 选举人的数啊，什么东西来查，然后把它分析下来，照着年纪，照着党派，照着住的地方，照着种族，照着男女什么来分出来，然后再来看哪一个对这个选举的影响力最大，那我们就会对他付出的最多，广告做的最多，对他们议题谈的最多。将来出来为他们做的事情也最多，至于他们投给谁，有一些重要，但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美国的政治上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的这个政治的极端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美国政治上头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不要老以为这个党有多重要。我想，中国吧，出来因为党的这个专政的关系。对党的集权跟他的绝对的权威来说，可能对把党看得太重。在美国，明天选那个 registered voter 上
check 一个 box， 我今天是民主党，明天就是共和党，后天就是绿党，大后天就是 Libertarian， 可以再大后再后一天就连党都不是了，都可以，也没有党费，什么都没有，可以，所以不要把党看得太那么严重，你自己想法价值观和哪一个党比较相近去参加，但是党哪有说一个人能够百分之百同意什么的，这里没有什么忠于什么党的，除非你要去竞选，也许你必须这样子做，你个人的话实在没必要忠于什么党，你自己觉得自己的利益在哪里，想法如果能够想得更好一点，就是大众的利益，不要说所有的人呢，就是华人的利益在哪里的话，你为他们想一想，可能照着这个投票，而不是说、哦、我的党这么说，我的党候选人这么说，我要听他的、这个美国没有这种事情的，这样子就会被人看着觉得挺幼稚的。好的，那么我看这是华人的票的重要性。民调民调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嘛， Hillary 的民调居然他觉得他会赢，结果他输了。但是为什么这个民调那一年这么不准确呢？平常民调都是相当准确的，原因很多了，因为民调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哦，这里头很多的钱跟精力跟这个智慧放在里头了，所以这个东西出了这么大的错误以后是要痛定思过，要回去反思的，所以后来有许多许多的机构自己出来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原因挺多的，第一个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叫做这个 non-response bias， non-response bias 就是民调的时候你打电话去1000个人可能只有300个人愿意回答，那其他的700个人怎么想你就拿不到了，对不对？那当然因为随机取样嘛，然后平衡年纪啊，平衡男女啊，平衡种族，什么都要平衡，这个富啊或还是穷人啊什么的，如果 sample 够大的话，样本够大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相当统计上来说相当有效的结论。但是呢，如果这个里头有其他的 bias， 有其他的不同的 bias， 这里不能说歧视了，就是说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在里头的话，比如说其中一个 bias 可能是某一群人，某一个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在2016年支持 Trump 的，他们不愿意回答，那个时候 Trump 的名声并不是很好嘛，就是说我知道我喜欢他，我想要换一个商人来做总统，我喜欢他大嘴巴说话直说， okay， 他有钱我觉得他值得尊重，让他做总统，可是不好意思说，民调来的时候我就不回答，或者甚至于说我投 Hillary， 所以这是一种 bias， 那个时候可能有很多这个情形发生。那 sampling 还有一个问题，就最近 internet 的关系，cell phone 的关系，大家的这个沟通的渠道增加了很多。从前呢，我在美国来的前30年吧，可能前25年吧，来美国40多少年了，47年了，在前面的可能30年左右吧，民调都是打电话到你家里的电话，对，每一个人都有电话，每个人也没有什么别的资讯的机会，没什么 email 什么 internet 什么，基本上都是最近的事情。那就用这种方式呢，可以很好的采样，我就从选民这个1000个选民我里头有几百个是男，几百个是女，几百个是年纪大，几百个是年纪轻，几百个是有钱人的地方住的，几百个穷人的地方住的，几百个是住 apartment 的，几百个是住 single house 的，这样子来分，然后呢就随机取样，这样子跟着你这个地方的这个选民的结构来分，那结果呢就相当的准确。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如果你只打这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基本上找不到年轻人，所以年轻人的票就被忽略过去了。如果你只打cell phone的话，可能很大年老的人他没有cell phone，他也不接。如果你只用网上取样的话，那些没有网上的可能穷人啊或者是老年人的话，可能就 sample 他不到，但他们照样投票，那就 sampling error 就变得很大。还有一个呢，Bradley effect， Bradley effect 跟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 non-response bias 是很接近的。 Tom Bradley 是当年洛杉矶的一个市长，洛杉矶的市长，1982年的时候竞选州长，他那个时候对手是 George Dugmajan。Tom Bradley 是个黑人， George Dugmajan 是个 Armenian， 好像是 Armenian 吗？好像是 Armenian 的后代，白人。那那个时候的 prediction 是他会赢蛮高的 percentage 民调，因为加州没有选举人票的问题，所以一票算一票。可是投票出来啊，他反而输了。后来大家来研究里头，有人说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很多原因了，但比较公认的原因是他是个黑人。那很多民调的时候大家不愿意说我不投给一个黑人，但心里是想的我绝对不会投给一个黑人，所以呢民调就有了误差，这叫 Bradley effect。 我想在2016年可能有一点这个影响。
还有呢，就是 likely voter 的 miscalculation。 我们做民调的时候跟我们做选举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要找那些常常投票的人，我们要找这些居然 register 了、注册了、登记了投票，但是很久都没投票或者十年才投一次票的人，我们对他兴趣不大。我们要找民调的是要找这个有常投票的人。我们常常说上次四个选举投票三次，跟最近搬来的人什么什么，跟最近一次投票，最近一次选举有投票这些人，我把它聚集在一起。那这个 error 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想华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华人本来投票率低，可是在早期他现在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好了，因为现在华人的地方民选官员多起来了。当年有华人愿意出来竞选，那是很稀奇的事情。九几年的时候，我要去找一个人选选区委员，选什么市级 council， 要去找人呢，拼命劝的，没有人要选的。所以出来的时候呢，突然间华人觉得哦，有我们的人，他就出来投票了。但是你做民调的时候，你 sample 不到这些人，你觉得这些人从来都不投票，我干嘛去调查他投什么呢？可是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所以这个也可能跟二零一六有点关系，就是 Trump 的那些 voter 有一些他们说，教育程度比较低的白人啊，在乡下的白人可能本来投票率比较低，在那个时候被 Trump 的这个信息吸引了，都出来了投票，所以 sampling error 就成立了。在这四年之中呢，大家做了很多的调整，民调机构做了很多的调整。2018年的时候的民调呢就准确了不少。那今年的民调整体来说，以平均数来说的话应该还算准确。那每一个民调都不一样，我想你研究过的话，你也看见十个民调的九个不同的结果，那输赢之间可能还有蛮大的差距，但如果拿平均来看的话，可能还是相当的准确。所以这是我对民调的一个看法。那民调现在怎么样，跟民调到11月3号那一天怎么样也很难说，所以不能说今天的民调就那个时候一定有什么有同样的结果出来。好的，我暂时就讲到这样。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如果对提案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 go over 今年加州的这些提案 just very quickly， 也可以就介绍一下而不提供什么自己的意见。OK， 原文我交回给你。好的，谢谢 Albert。或者哈，我看一下这个我们 chat 里面有没有问题。好像目前就是说有人上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加州有这么多这个 election votes 啊，55个啊，那是这是因为跟这个人口有关呢，还是跟什么？这个是的呀，我刚开始都有提过这一点。这 electoral vote 选举人票的数字是照两个东西来决定的，这其实就是国会的议席了，因为国会美国有参众两院嘛，众议院有多少席跟参议院多少席，两个数字加起来就是选举人票。众议院的席位是照人口算的，参议院是每一州两票，所以加州的人口全美第一大州，所以选举人票最多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嗯，好的。或者哈，因为现在暂时这里面没有问题啊。如果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直接用 Zoom 的举手功能可以来提问哈，也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在这个 chat 里面。那同样这个 Y 先生哈，他在问，就是说你对这个今年的这个总统大选的预测。还有包括就是说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这种这个多数这个选举哈，就是说谁能够控制啊，怎么这有没有什么你的看法？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个人的看法只能说从数据上，就等于是民调上来看哦。民调上现在看起来 Joe Biden 领先，即使在摇摆州他基本上也有很多的优势，所以如果是今天投票的话， Joe Biden 应该可以赢。但是你也知道今年的变数太多了，各种各样的情形，这个经济的情况啊，这个COVID-19 pandemic 疫情的情况啊，可能有很多的变化。同时我们有一个不大按Trump 这个我们不大按牌理出牌的总统吧，所以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这几天他得病也是一个虽然说是有可能的事情，但是也没有人预先想到在这个时候他会出生病，对吧？生病以后是好了还是越来越差呢？甚至于死亡也不是知道的。现在看起来他的情况还挺好的，但是这些都不知道，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话会造成什么影响也不晓得。还有一个就是选举以后这个会不会造成宪政危机的问题，因为今年太多的人缺席投票，大家不敢去投票所投票嘛，但缺席投票算起来很慢，
可能到选举那一天晚上的结果太接近，尤其在几个重要的摇摆州。那这个慢慢的数以后呢，法庭上互相控告啊，弄到了这个该决定的时候，没法决定的时候，那照说是由州议会可以自己来 appoint 自己来聘自己的 electoral 就是选举人。这种情形之下呢，就可能会造成，不管州议会是哪一个党控制，可能跟选民的要求不一样的话，会造成一些宪政危机，那可能会有些乱，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如果你说现在今天投票，拜登大概会赢，民主党应该会保持众议院，参议院共和党大致还可以保持，但是很难说有几个州是非常的接近。因为参议院这种地方，因为每一州两票嘛，两个参议员，所以小州一点点，大的州也是两票，啊，这些州里头共和党有相当大的优势，所以参议院对他们来说比较容易控制。这是我现在今天的看法，明天说不定就有改变。我有个问题。你好。你好 ，Albert， 我是 Ray。我的问题就是说，刚才你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跳出卫星，然后跳出我们的亚裔，进入跟那个当地的其他的少数民族达成一片，这个我很赞成。我的问题就是说，今年的竞选的话很特别，除了 presidential， 然后我们有很多 community， 像加州有很多的 proposition， 其中之一是16、21、26，像这个三个里面，大家就是在华人区里面，吵得很厉害。但是出去华人区以外，我听的声音是比较小。你有对这个方法有什么看法？我想，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特别的一些关心的议题吧。那华人关心的是教育啊、赚钱啊这些东西。那在别的族裔里头，可能觉得看到没有那么的清楚，没有那么的重视了。因为每一个，不要说每个族裔，每个人重视的东西都不一样，对吧？小孩小的时候注意幼稚园的教育，小孩大的时候注意大学的教育，在成长了以后呢，注意职业就业的机会跟升迁的机会，所以都有一点不同。那所以当然华人的看法里头这几点非常重要， property tax 啊，这个平权法案两个觉得看得特别重要。出去的话，可能 commercial property 超过300万的拥有的人到底有多少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多，除了公司以外，可能个人并不是那么多，可能对他的在乎就没那么多。在白人或者在别的少数民族里头，族裔里头，对平权法案的看法多半是支持的，当然也就，可是对于说上大学，上什么大学，可能没觉得没那么的重要，有大学上就挺好的，不见得说 some of this day 跟 UC Davis 有多大的差别，是吧？我们华人可能比较在乎这一点，所以看法当然是不同。不过刚才您说到这个跟别的少数族裔交流，我们要跟主流白人交流，大家都要交流，互相都要认识。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好，谢谢。就说你刚才也提到哈，就说我们今年这个选举上面有很多提案，我不知道你手边有没有这个提案的列表，因为观众里面也有人在说，他是有些是今年第一次投票哈，需要大概了解一下到底这些提案到底是在讲什么。好的，我可以大致说一下，非常简单，因为提案有的东西里头其实料很多呢，没有办法一一解释，就以主要的这一条，然后主要的反对的主要的赞成的原因。14号提案是 stem cell 干细胞研究，干细胞研究funding 就是发一个债券，让加州的政府来负责给这个钱给研究机构。那当然赞成的人说这个东西很好啊，帮助我们生化科技的发展。那不赞成的人说，我们2003年已经通过了好几十亿的这个钱，现在这个东西应该由私人机构接过去了吧，政府不应该来再管这种私人的事情了，跟赚钱的事情了，这美国政府一般不大管的事。15的话就是 commercial property， 像这种商业地产的税务，本来那个13号提案把那个把地产税定在交易价，就是买那一天的价定下来，然后每一年可以最多能涨 2%。 我们也知道加州的地产涨得很厉害，那我们的房子受这个保护，那个商业地产也是这个保护，
商业现在呢，因为我想通过把房子抵押税机会不大吧，大家很加州到有房子的人多，所以把商业地产超过300万以上的商业地产，照现在的市场来价来收税，而不是照原来那个买价每年加2%，这个会增加很多的税收。税收说是用于教育啊等等的，但也不是完全用于教育啦，加州的全国放也是。16号提案就是平权法案，就是原来209号提案1996年的时候不允许用种族的成为一个选择的原因，三样东西，一个是大学录取率，这都是公家的，私立的不管。第二个是政府的雇用，第三个是这个政府的 contracting 外包包商。现在呢16号提案希望把这个废除，就是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把种族当做一个考量，不是全部的考量，一个考量。所以这个在华人之间讨论挺多的。17号提案我看看，17号提案就是这个犯人在做完监狱以后是不是可以投票，这个我想很简单，大家你自己靠着自己的价值观来投票。18号是17岁的人是不是可以投票，现在投票的规矩是18岁。那19号提案把这个我是叫 TM 比较复杂，就是现在因为13号提案的关系，你可能年纪大了，你的房子已经有40年了，你房子值100万，但你的税务上只算个5万。那现在大家又害怕这个税的增长，所以不大敢搬家，你搬到别处去，你再买一个房子即使是50万也是原来property tax10倍。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已经有些不同的县有这个 reciprocal 互惠的条例，就是我从我的县搬到你的县，只要买不要更贵的房子的话，你可以把原来那个 property tax 被带过去。比如说你本来 base 是5万块100万的房子，你现在买一个70万的房子，但是你可以把那个 base 5万块带过去，照那个来抽税。那这个就是把它 extend 到全州，同时你买更贵的房子也可以，但是要加那个差价上去。这个也是见仁见智啦，因为这样税收可能会少很多，因为现在搬家的人如果用这个条例的话，可能每个县跟州的这个税务都会少很多钱。20号是Let's see, 就是那个 Parole for Certain Access to Parole Program, 就是 Parole 什么假释是吧，就是 Limit Access, 这个在没有不是暴力倾向的假释的人，在这个已经做完他的主要的那一项犯罪的这个监牢的时候，就可以eliminating the certain offense physical impact, 就是currently treated only as misdemeanor, non-violent authorized felon sentence. OK, 就是要改变这个假释的条例吧，这个可能你自己要研究一下，比较复杂一点。21号是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y, 就是这个就是让现在加州有一条法律让地方的议会什么比较难控制，就把租金控制变成地方的法律。这一条就是放松那个管制，而是要通过的话，就让更多的地方能够，比如说城市，比如说县，可以改变他们这个就是租金管制，就增加租金管制这一条，可以变得更严。22是这个是 Uber Lyft 的问题啦，就是自己是 self-employment 自由职业的人。前段时间加州通过一个法律说，这些人 Uber 什么 driver 都要当做 employee, 当做雇员来，雇员就会有这些什么健康保险啊，有这个退休金啊，还有一些其他雇员的保障。那这个就见仁见智了，这个是 Uber 他们提出来的，是通过的话呢，这些人就还有可以做他们自由雇员、自由职业的人，就是不是雇员身份的可能。如果他不通过的话呢，这些人都变成雇员。影响就是，但他们得到了更多的保障，但是可能价钱会高了，然后可能有些人会失业，因为价钱高，竞争力就差了。23是这个在肾透析啊 kidney dialysis 的诊所里头，要求放一个医生，就是凡是他开业的时候一定要有医生在那，现在并没有，现在多半是护士在照顾这些事情。那好处当然是有医生更好一些，但坏处是医生坐在那没事干，我们现在缺医生的时候是不是个很好利用我们医疗资源的地方。这个是由工会提出，而是由这些肾透析 dialysis center 他们的几个大公司反对的。再下一个24是 consumer privacy 自己隐私，可以通过的话你可以更多的选择，不要让这些 Google 啊什么别的公司把你隐私的资料到处去卖。
So 这也是个人隐私权的第25，就是最后一个proposition， 就是把这个是什么保释金。现在有些人认为保释金是一个歧视穷人的行为，因为保释金有的穷人拿不出来，有些人拿得出来就能保释，穷人就不行，就把保释金的方式改变成照着你这个个人犯的罪的严重情况跟逃跑的情况怎么来判断，而不是用保释金的方式来看你是不是可以离开监狱回家去或者舒服一点。这就是这些 proposition。 我想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的，就是 proposition 你要看到那些广告，电视广告也好，你收到的东西也好，我看到所有的东西基本没有一条真正提出那个东西里头说的是什么的。 so 赞成的人呢就把它里头好的东西提出来，但是也不说是什么，那坏的不反对的人呢就把里头差的提出来，甚至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条例，比如一个东西有5条法律在里头，有一条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条，但是可能比较多人反对，就把那个出来说是跟那个原来的目的完全不同。所以大家要自己去研究 proposition 说的是什么，千万不要看这些广告。那广告看广告就是谁钱多谁就赢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加州这个东西也需要改变，因为很多东西挺复杂的，照说不说我们平常人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些是为什么我选立法议员帮我们立法的原因，我们需要改善一下。现在变成用钱来买这些弄得有些东西很不合理。好的，谢谢 Albert 刚刚解释了一遍哈，这些所有的这些提案，那还是大家还是要需要自己也要去看一看哈，做出自己的独立的判断。好，那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说我们华人要团结啊，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华人要团结投票呢，要投华人为优先哈。那也有些人说，哎，那华人也不一定是就是说要跟议题有关啊，或者跟政策有关啊什么的，就是说你觉得像这种看法哈，就是说你怎么来讲。好的，我想就要看每个人自己认为哪一样东西重要哈。华人有黄面孔在议会里头是蛮重要的事情，你不要看他可能在别的地方不同意你，但是心里有华人的价值观还是很多，还是在那边的。同时就像我刚才说的，在顶层的领导阶级里头，华人看到的时候也能够帮助提携下一代的华人上来，所以这个是有是为什么 basis 是说见到华人就投。那当然太差的不行了，因为上级做了个坏榜样的话，那对华人的形象其实是差的，不是好的，所以那也不太好，所以还是稍微了解一下。但议题的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了，对不对？有的人支持这个议题，反对那个议题，然后对候选人的看一看。但是我老实说，我才觉得人品更重要。选举的时候，有些人品差的人什么都肯说，说了以后什么也不干，或者是做不到。那能力跟人品可能超过于光是议题的信心。当然，跟你的想法完全相反的话，可能你无法投他的票。但是如果有个50%相似的话，我是绝对以人品跟这个能力来投票，而不是以光是以议题来投票，因为人的改变太大。上去以后谁管你是谁呀？是，因为这谈到这个选举哈，就是说投票啊什么的，那有一个观众在问，就是说，你对这个80-20这个主持的看法 ？OK， 这个东西又要谈很久了。80-20的 idea is good， 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凝聚一些，他是亚裔啊，不光是华裔。的票的话，尤其在这些 swing state， 有80%的人投一个人，20%投另外一个的话，那可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但是你也知道，我不要说所有的亚裔的，华裔自己也是现在一盘散沙，可能说的太过分，半盘散沙吧，已经很难凝聚这个力量了。那你说，而且在两党里头也都有各自己的人，他们会为自己的党说话，所以很难凝聚这个量。但是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而且能够有一个代言人的话，就是说80-20，所以80是共和党好了。那在这里头有一个代言人，说我们华裔是因为我们华裔有80%人投，你要听我的，我这几样事情我需要做到，那这样可以。但是我们还好像还没有这个代言人，即使有了80人投票，80个人里头知道的要什么东西还不同，传上去的也不同，所以挺困难的，不是不行，是挺困难的。是。
然后这两次最近这个总统和副总统的辩论啊，这个我们在讲座之前正好是副总统的辩论，也都提到了这个 Peking Supreme Court 的这个，那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如果是如果是要做这样子做，说提名不该提名啊，说是该不该投票这件事，然后还要有扩充这个法官人数啊，是Supreme Court 我想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背景，就是在这最高法院的这些大法官是终身任的，所以没有办法罢免，都没有办法，直到他要想的话做到死才会退休的。所以这里头有几件是不是该提名？美国的 history， 美国宪法里头说你随时都能提名啊，你总统就算已经没选上了，11月。没选上，你在1月20号也能够提名啊，1月22号有人通过也能通过，法律上都是合法的。照规矩说，最后一年总统提名的也是不少，通过的也有，没通过的也有。那但是这个中间为什么有这么争吵呢？因为上一次的奥巴马2016年的时候，那个 Antonio Scalia 在年初的时候死了嘛，他那个奥巴马提那个 Merrill Garland 是3月的时候，离选举还有8个月。共和党的参议院议员 Mitch McConnell 就说我不给他机会，我连听证我都不举行，而不是说我能要把他投下去，这当然是个政治考量了、啊。所以那时候说得很清楚，总统到了最后一年不该提名，哒哒哒。所以这照说是一个违反惯例的事情，所以打破了一个例子。那到了今年来 Trump 了，那Ruth Bader Ginsburg 上个月死了，9月，那已经离选举只有2个月了，那民主党的人说，嘿，你上次3月的时候都不让我们提名，现在你怎么会要提名，是不是？所以照法律来说是可以做，道德上来说的话，共产党当然应该理亏一点。那这个最高法院终身职的问题挺有问题的，你要记得1970年的时候人一般活到50多岁就挂了哈，那你能做到那个程度可能是十年的法官做，现在一做做40年。40年以后，世界的变迁又是那么的快，在农业社会的时候没有那么快。40年可能已经变迁了2、3次了，那这个法官可能就很落伍了。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既不合时现代这个现状的情形，但这改变不了了，就跟你要把 electoral roll 改掉一样，宪法上写的。民主社长想的就是说，哦，好吧，现在9个法官你弄了6个对3个，我再去给你把它扩充成13个，好吧，12个、11个，不管怎么样。然后我就聘请我的法官嘛，如果能够控制参议院的话，又把你的多数变成少数，这就变成两党斗争了，很不好。其实你要问我的话，今年就不该提名，什么不要去吵这个架，然后你看选举的结果民意在哪里，你就这么做。那最好的是两党再回到当年协商的情形，而不是现在什么事都敌对的情形之下，才能够选出一个比较中立一点的比较合理的法官。Albert，同样的问题呢，跟 Andrew Yang propose 就是 limit the Supreme Court justice term 到12年，你对那个 Andrew Yang 的 proposal 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如果要注问我的话，我觉得更长一点，15、20年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我赞成啊，问题是改变不了，要改变宪法，那个是宪法里写的。修宪那个 amendment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Equal Rights Amendment 要男女同酬。这一件事情搞了几十年都搞不出来，要改变这种情形之下是个很，这个是非常困难。我基本上我觉得我在世这一几年是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能够用别的方式改变可能更好一点。对，然后观众里面有一个人在提，就是说我们最近实际上是有一个提案已经通过了的哈，就是说是要给黑人补偿，就黑人后代补偿，就是那个。然后没有啊，那啊，你说，对，就说啊，那反正是我刚刚你刚刚 go through 的那个那些提案里面，它没有包括这个，对不对？没有，这个是一个这个加州议院里头，这个不是一个这个 referendum 是这个大家投票的，议院里头自己，当然平常立法都是议院里立法，不是我们大家来立法，不是投票，有通过一个，但是说是给黑人赔偿35万，这个简直就不晓得天方夜谭，从哪里出来的，有些人故意制造出来的。以后我想大家听众啊，谁在传这个东西就跟他说你从哪里来的，以后就不要再相信这个人说的话。议案呢说的是要成立一个研究小组来研究是不是跟怎么样对黑人的补偿。对，你如果你的想象里头说一个人35万，35万是哪来的？我天上掉下来的，我根本就不知道。
毫无根据的东西，就在微信，微信就有这个问题哈、哦，到处的人就说过几遍，大家以为是真的一样。那研究小组在我想三年还是两年以内要出来一个结果。那35万你算算，而且赔给谁啊？谁是奴隶的后代？谁是加州人？谁是别州人？谁是奴隶？谁不是奴隶？因为当年西部州并没有奴隶啊，对不对？所以怎么弄这个是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那多少钱什么都难做，也许是因为多少年对系统性的对黑人的歧视，也许说哦，就我们可能让黑人区能够更容易得到一些贷款，比如说因为当年黑人区的人没法贷款嘛。Red line 当然红线签的一些黑人区贷款不了，没办法有 property， 没有办法有 property 就没有办法累积财富。也许在这些东西，不是政府保证一些贷款，那什么这些东西倒是有可能的了。其他的东西你就不要去相信，那些唬人的东西就是为了刺激大家来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是博眼球也好，不管是为了自己的党派或者自己组织的利益争利益争取支持也好。骗人的东西以后是哪里来的人，那个人说的话基本上打了很大的折扣。嗯、okay. 我补充一下好不好，这个35万是不是从那个一个 lawyer， 是华人的 lawyer 去告那个美国政府要赔偿所有的华人35万美元，主要的就是不是 China Exclusion Act里面有写上有35万，所以这个35万就出来了。Albert 讲的是对，然后要经过 recommendation， 然后经过我们 assembly， 然后 senate 的批准，然后再 listed into the ballot， 所有加州老百姓要公投。所以这个造成牵涉到钱的事情，到时候你把预算一看，说。就通过不了100亿的事情，不开玩笑吗？对不对？对，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拿出来讲的人，就是基本上，我想，不然就是不懂啊，不懂也罢，那不然就是别有用心，这是绝对的事情。对，好 ，Lily， 你刚才举手，你可以问。哎呀，我这个是拿了朋友的。哎，王医生，阿宝你好。我是依琳。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关于这个 Prop 16， 就是16号提案哈。那我知道就是这个提案就造成华裔社区很大的一个分裂。那我就在想，其实大家的目的好像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希望自己有的后代。我换一个耳机，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吵。就是。想为自己的后代或为自己的生活，会自己的那个发展和生存空间更好一点。那如果不管他过还是不过，那华裔的这个因为这个法案而造成这种分裂，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大家再走就再团结起来？因为这个不管这个法案是到底最后是投了还是同意了还是不同意，但是社区的这个分裂已经造成了，因为这个法案而做成，就是说作为那个前辈，我讲清楚我的意思没有啊？我 that's okay， 因为刚刚幸好好，没事，没有，因为你跟我说你是前辈。没事，那个我想第一个是对政治的态度。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不是太久以前都不是这个样子的。对，政治我还记得当时我国的，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游戏。对，我们共和党、民主党可以大家一起合作。我当年帮助很多人竞选，那其中共和党、民主党每党派的每个都有。那时候是当然，我是完全为华裔着想，全是华人竞选，只要有能力，我就全力帮忙。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样子的情形，但现在的一方面也是整个的媒体造的啊，一个 social media 造成，一方面两党里内的自己的人故意制造这些分裂，来把自己的势力巩固得更好，而造成的分裂。16号提案你可以看三个方面，一个学校入学。一个是 public contracting 外包公司的这个契约，政府发包的契约；一个是 public employment 政府雇员。那三个东西里头，每个人的想法可能不同啊。我说哦，我的小孩明年要申请大学，哦，可能我会失去几个 UC Berkeley 的位置，我反对。那也可能是我做小生意的人，我觉得、哦、我需要政府的 contract， 现在我进不去，因为都被这些老的白人给把持住了，我进不去。
或者有一些人可能说我想进入政府工作，现在缺乏我的这样的人，但是我进不去，因为那种东西其实跟工会啊，跟这个跟关系也有一些关系在里边，还有政府高层也都非常少华人晋升的机会，像我刚才提出来的这几个例子来说，对我有利，我要这么谈。大家以自己的价值观去看，不要说哦，你投反对那你就一定是坏死的，你投赞成那你就是一定是汉奸，天下没有这种事情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个正面都有个反面，这也不是说误抓华人间谍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去反对，华人 该间谍该抓的该抓，那莫名其妙来抓那我们当然是要反对，这种事情没有一个黑白的，你的在你的价值观你对哪一样东西看起来觉得重要你就会朝这个方向去走，那这一次投完票以后你们还可以是朋友啊，在一件事上分歧，你想想看，你去问一百个问题，是否的答案问一百个问题，你天下能找出两个人一百个问题都相同的吗？哎呀，可能有那么几个，但是可能没有几个。OK， 如果每一个反对的人都变成了汉奸，都变成你的敌人，你试试看过几次选举以后，你还有没有朋友剩下？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把这个政治的事情，政治只是，我一直都愿意觉得华人应该参政，应该能够。对政治更有兴趣，但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激动的参与，不是说非有极敌啊，或者这种情形之下，非你死我活的情形之下，而是对政治更多的了解，政治更多了解以后呢，可以做平衡的方法来思考啊，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正一个反，对自己觉得哪一个对哪一个错，照着自己的事情来做，那别人决定哪个对哪个错，他有自己的价值观 ，OK， 你也不用去 demonize 把他妖魔化掉。唯性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是个妖魔，每个人都是个 label 往上一摆，不管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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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晓得又文革啊又什么东西，美国的文革，我的天哪，拜托好不好啊，虽然我没经过文革，但是我很清楚文革是什么事情，我家里的人也有经过过文革，死的也有 OK， so 不要拿这种过分激动的话来说这些事情，这是那种博点击率跟博眼球的人，他们为了赚钱而做的事情，或者对自己的党派自己的党而争取华人的支持回去邀功的人做的事情，不是我们普通人应该做的事情。好几个举手。对，刚才那个 Ever 说的非常对哈，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很多时候啊，就是现在社会也比较对立，然后就比较极端哈，就是说好像就是非有极敌，就像你说的非有极敌，实际上就是说政治上不同的观点是很正常的，不光是政治上，其他各个方面都是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就没有必要把这个作为敌人，跟你不同意见就是敌人，而是有可能只是不同意见就是对手或者什么，不需要当作敌人，这个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而且用词尤其 internet 上离开的一个见面的机会的时候，用词用句这种非常侮辱性的语言，你平常你看一看吧，你觉得这些人值得你信任吗？值得你交往吗？这种人的人品跟人格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想一想看看。所以不要以为你同意他的意见，今天他就你就骂人就是很好，就听得很爽，明天反过来就是骂你，用同样的字。对，所以这种人就远离他们就对了。不管同意还是反对你，远离一点就对了。好的，谢谢。Tina， 看你举手了，请问。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王医生。我说，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非常很对。可是呢，我这几个月来呢，十六跟十五天啊，这很好像我们华人亚洲人哈。打得很拼命很厉害，我从来这四十年之内没看过是这样子，看得很恐怖，好像是大家是敌人一样。我觉得有些东西呢，他们不了解那些提案的内容是什么，是为什么赞成还是反对呢，是内容在里面有些人讲那些乱七八糟好像造成那些东西好像大家好像是反不是一家人一样，好像是我拼命来打你，你是民主党也好，然后我看的好像是很痛苦啊。我觉得这是 education 听不到了，那个 Tina 听到你在说 education 是不是有问题呢？好啊，我觉得是要大家来了解一些是十六跟十五提案，好像大家自己打自己，我觉得这是很恐怖。这四十年之来，在亚洲。在我们的华人之内，在美国，我觉得太恐怖了。你觉得怎么样？是，
这个我想一边也是整个社会的现象，一方面也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就是一方面是因为原来的 media 就是我们大家能够看到的大众媒体多少都还有一点规矩在里边，不管是左倾也好右倾也好，但是完全说的谎很少会把直接的谎话来说，而是选择性的给你一些事实，现在是谎话一起说，事实加两件事实然后加三件谎话放进去，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了而且变得大家谁都不信任嘛，你听到几个谎话以后你说谎，那那个你说谎以后就变成只信自己赞成的东西，就是真言，就是真理，其他人都是说谎，也不去深究是什么。所以大家我想第一点，走出华人的圈子，你必须要对美国的历史有一点了解，必须对美国政治的情况有点了解，而不只是这几年，就是说这五六年啊七八年里头听到一些微信上头总言听的这种东西就相信他们，然后就把自己变成非常的极端，到外头去看一看外头情形怎么样，研究一下历史从前是怎么回事。从前两党是可以合作的，就在加州的议会里头共和党也占过多数，民主党也占过多数，但是总是中间有这么一些议员可以 swing 啊，可以，所以整个的情况都比较平和。现在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一方面也是 term limit 的关系，这个任期限制的关系，任期限制造成大家要拼命的争选举，要选下一个，就只好拼命的追求自己的这一个小部分的这一些比较极端的民众的支持。一方面选举的制度 primary 的制度让两个党在 general election 的时候，比如说我的选区民主党的蓝的，共和党永远没机会，所以民主党的初选决定谁将来当选，初选的时候投票的人很少，民主党虽然可能有 50% 就是一个，因为还有那些没有党派的人嘛，共和党可能只有 25%， 他民主党绝对优势，但是 50% 的人里头初选的时候几个人出来投票，投票率 25%，50% 的人 25%， 那是多少？ 12.5% 的人出来，等会有四个候选人呢，你可能只要拿到 5% 的人就赢了，就等于赢了这个座位，就在你 general election 里铁定赢的，所以这种倾向民主就整个被曲解了。然后初选的时候多半是党内比较激进的人出来投票，对吧？所以谁要想初选出现就必须要去追就是奉承这些人，让他们得到最大的声音，所以就变成两党都成了极端的那一边，共和党的选区也是一样的，同样的情形发生在那个上头。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越来越极端？然后呢，社交媒体的关系，什么事情都无限的放大，什么谎话都可以满天乱飞，加上一些故意制造纠纷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团体利益、自己党派的利益，故意制造纠纷的这一群人，添油加醋的火上加油。让大家都变得非常的极端。其实你自己去认识一下跟你极端对面的那个人，你们去回答一个普通你们关心的100个议题里头，我大概就至少有75个是相同的，没有那么多的差别，甚至于可能有90%是相同的，但是在那10个里头就被有心人的利用来分裂你们。那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慢慢的了解更多这一点，然后这个非友即敌的方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现象，将来会造成革命跟动乱的，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是，好的，谢谢 Albert。那像这个极端好，就是说有些人也在讲，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跟这个两党制啊？你刚才上也部分提了一点，就是说那美国的这个政治的制度里面有没有可能还有可能说我们有第三党或者是更多的党？不是不可能啊，也尝试过啊，当年 Ross Perot 不是成立了第三党嘛， Reform Party， 他在他那个92年竞选失败以后成立了一个，其实那时候我还挺看好他的，我那时候政治上来说也没有太成熟，我觉得有一个这个做生意的政治外体制外的人出来做也不错的，所以我还去参加过他一些活动什么的，后来发觉 Reform Party 的人看我来都是觉得你这个人来这里干什么，全部都是白人，所以慢慢的也就退出了，觉得不是很适合我的地方。 But anyways 都尝试过，当年 George Wallace 在七几年的时候也选过，但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两党为了自己不见得是就是为了自己的党，而是为了我们现在就坐地分赃吧，你这么说好不好？好听一点的话，坐地分赃，我们存着这个赃，第三个人进来，他又分走了我们一些，怎么可以呢？所以不管怎么样都要保护党的利益，
不管是自己的党利益当然第一，第二就是凡是这两个党的利益必须要保护的，所以非常困难。税务上啊，好多东西要成立一个第三党啊，你知道美国选举是要钱的，对吧？对，钱去哪里呢？钱去会赢的那几个人身上。现在第三党的人有几个能会赢的？基本上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不晓得了，也许这 Bloomberg 啊、Gates 啊这些人也许出来成立一个党，然后联合一些 Kasich 啊这些比较中立的共和党人，也许有硬搏，因为他们有钱呢，所以也许还可以。一旦你建立一点自己的势力以后，可能可以成立。现在是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对，因为就说以前也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现在说自己不属于两党的，就是所谓独立选民哈，已经超过大概是30%还是40%这样子。所以呢，大家觉得好像是说可能还有空间，但是现在的这个体制可能是这样子。对啊，体制里头，但问题是30%-40%的人，他们没有权在手上，没有权在手上的时候就没有钱跟着你来，没有钱的时候你就很难竞选。所以我估计，如果要真的要成立什么党的话，一定要几个非常有钱的人出来支持，而且以这种无私的方式支持，就是支持合适的中立的候选人，把两党的中间的候选人都集中在一起。其实有这样的登高一呼的东西也不是不可能的。选总统可能还有一点距离，但地方的选举啊，众议员、参议员的选举可能有希望。一旦能够选出20-30%众议员来，4-5%参议员，大概就可以成立一个、可以维持的党。好的，哦，现在时间过得真快哈，已经一个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了。那非常感谢 Albert 哈，就是说我也知道你这个是一直是很热心这个华人权益哈，然后很早就参加这个 CBC 啊，这个华裔社，然后也是啊 Papa 的这个非常活跃的一个领导哈，然后呢也是支持了很多这个华人去参选哈，就是提携了很多华人的这个去参选各种职位啊、议员啊什么的，所以也是非常敬佩你。也今天也给我们讲了很多这个美国政治和选举的一些话题哈，那也是让我们受教育。那我想就是说，就像你说的哈，就是说很关键的，就是说我们都要去投票哈。那即使就是说在加州可能是民主党独大哈，但是你去登记了，你去投了票哈，那至少就是说这个华人的这个声音是发出来的哈，那别人就会来重视你，所以非常感谢，然后也再次谢谢各位听众观众哈，来参加我们这个讲座。那我们后续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讲座。那我现在呢，我再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的微信群呢放在这个屏幕上哈，就是大家还可以继续如果加入我这个微信群，我们还可以继续在这个微信里面我们可以继续交流，我们也会把这次讲座的录像放在这个群里面，我们后续的讲座的通知也会发在这个里面。好，那再次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啊，谢谢华裔有为的邀请一下，很荣幸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几十年的经验，也希望大家逐渐，其实我们华人是以中庸为本的这一种文化，也尽量的往这种中庸的方法来想，而不要极端的被人忽悠了，变成一个不 constructive 没有建设性的比较多破坏性的人，这个对于华人也不好，对于外国人，对于我们在外头的这个形象也是不好的。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 Dr. 王，谢谢文言，谢谢言文，谢谢，谢谢 Ray。